秋冬换季时期，健康频频出现小问题，也容易因为劳累感加重，导致工作或学习不上心，不想常常上诊所报到，吃药缓解。耳鼻喉科医师张义豪有解法，他认为由内而外调理身体才是根本之道。秋冬换季时，如何调整身体不适感？我会建议由内而外去调整体质，才能摆脱换季的困扰，让生活更有品质。内在部分，第一点会建议多吃新鲜的蔬果，摄取足够的维生素，特别是维生素 C 跟 E， 具有抗氧化作用。第二点是多摄取好油，像是鲑鱼、坚果、橄榄油富含 Omega 3脂肪酸，可促进新陈代谢。第三点是多摄取益生菌，帮助消化道内定植好菌，调整体质后，进而提升身体的保护力。外在的部分，第一点可以亲近大自然，吸收一些负离子。第二点是个人的心肺训练，像是腹式呼吸啊、瑜伽啊、游泳都有助于帮助呼吸。第三点，戒烟，拒吸二手烟、三手烟。第四点，在家可以多善用空气清净机。可以吃优格或优酪乳补充好菌吗？益生菌跟优格同样能提供好菌，但是市面上多数的优格、优酪乳，它为了提升口感，会添加大量的糖分。那因此你在吃好菌的过程中，可能会吃了过多的糖分、热量，所以我反而会建议直接摄取益生菌，可以摄取到比较高菌落数的益生菌，同时也可以挑选到适合自己的菌种。如何挑选益生菌呢？市面上有许多益生菌品牌跟菌种，我会建议可以从下面五点去筛选出适合自己的益生菌。第一点，要选择有科学人体实证，才能更贴近实际效益，而不是只吃到安慰剂。第二点是选择有专利的益生菌，例如 AP 益生菌。第三点是选择有专利的包埋冻干技术，可提升耐酸耐碱，维持益生菌的活性跟稳定性。第四点，可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评估，选择适合的益生菌。像是很多民众每到换季就会特别敏感，我会建议可以摄取 AP 益生菌，像是 AP88 能强化疏敏能力，提升保护力。AP86、AP13 可帮助调整体质。AP31、AP11 可维持消化道健康。第五点，建议挑选有国际认证的益生菌，像是能通过 iPro 国际认证的话，就表示这个产品有通过高规格、高标准的审核，严格把关的高品质才能食用的更安全有效。最后提醒大家，除了补充益生菌，也要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才能打造适合好菌生存的环境哦。大研生医舒敏益生菌胶囊，严选五支国际文献实证益生菌，近1000人临床专科研究，包含了 AP88、AP86 和 AP13， 能强化舒敏，提升整体保护力。AP31 和 AP11 辅助消化道机能，从根本调整体质，完整添加有效剂量170亿配方，抗酸碱，菌数稳定，高定植力，无添加香料色素。大研严选五大 AP 益生菌，全台唯一荣获国际 iPro 最高等级品质认证，世界顶级的肯定。安心高品质，给你最强大的保护力。